奋斗战胜病魔，吼，这是熟悉的啊，新闻媒体都披露的哈。再来，伊瘦骨如柴，练剑强身，练什么？剑道，就是我拄仔咧讲的剑道。有啊啦，吼，就是捌安尼表演过。伫咱市政府，台南市政府，我的第500场，民国98年3月28日，咱桂金华老师来到现场，阮先生甲我，就是用咱唱这条有啊啦，吼，爱现场写书法这个有啊啦。我今物要讲第三种，就是咧。拜咱朱秀英老师30年，连续不断，大家甲扭转。后来第四种就讲往生，伊创化一种叫做玄草。玄草就是迄个字恁会看无，但是伊咧写文学，伊咧写诗书，伊咧写人生的故事，咧写咱的苏东坡、白居易，咧写咱的李白、杜甫、辛弃疾等等等吼。过来就是咱台南市歌唱艺术协会。咱安尼经营艰苦艰难经营，有艰艰难，但是咱继续伫遮咧奋斗。为虾米？因为咱要赚取快乐跟健康，跟大家共享。你讲安尼好唔好？然后呢？谢谢感谢。然后咱这个老会长，咱这本册共用的是要出版啦，所以老师非常忙。这本册叫做《大鹏展翅》，大鹏展翅就是大只来去，有无？安尼起来，有无？就是咱老鹰啦。好不好？老鹰怎样嘛？吼，大家老鹰吼来歇吼，啊就电信啊来往上。但现在主要的内底精神就是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就是讲一只老的马啊，嘛是还搁伫迄个马槽马槽内底，一里伏枥伏枥。海浪你好，请问是？哎呦，春玲哦，谢谢你带来跳舞哈、啊，春玲。我这样讲哈，这本书我们老师跟我哈一直把它写到现在，快完成，已经要进入印刷的阶段。所以咱观众朋友有人已经给咱预购哈，啊，这本册现在定价是450块，非常便宜。重点是啥？除了励志的故事以外，就是写到陈老师感言作品。这个玄草你唔捌看过，因为你只挥毫啊，有无？陈老师有伫只挥毫。这本册有足侪足侪，有超过100本，就是陈老师的创作。那个创作就是主咱中华文化，一来把他的文化，把他的那个艺术的结晶，把它体现在书法里面。安尼你有了解无？啊，我伫只甲你报告吼，后礼拜我有 DM 出来，我再发给大家。你们喜欢，你们可以买来鼓励年轻人，给自己做一个鉴赏，对文学，对历史。对书法，对我们人生的一个精神意志的一个提升，对咱有真大的帮助，安尼敢好？好不好？啊，你若有想要订购吼，真的有，这只要我们现场，因为等到书出来了，一本册300要才高，结果卡450块，啊，咱就是要给大家，而且会当来享用到。阅读的、欣赏的、鉴赏的，咱陈老师教咱这个精神、这个意志、这个不断一世人行到家，人生最后一里路，万一完，甲我拢是耄耋之年，就是咱讲，卖讲垂垂老矣啦，但上起码咱拢年岁侪拢70几啊嘛，吼，万一完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咱伫遮行到起码，咱需要甲咱的物件、咱的精神、艺术文化甲留落来去，安尼咁好。好好好不好？这边好不好？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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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艺术的精华，文化的内涵，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。东西的朱九龄老师的个共济善啊，你我相交数十年，今后。我就把我的书法交给你了，就是安尼吼。所以咱有这个书名的者吼，而且甲恁拜托，啊，深深甲恁多谢对阮的长久以来的支持，感谢恁，感谢恁，谢谢。台南市歌唱艺术协会，是的，起码价有足侪人甲阮订购了吼，订购啊，就是能够哎很便宜，但是价值性很高，文化性、艺术性，还有人生奋斗励志的故事，勉励大家，大家共勉，好不好？咱大家为社会、为咱台湾，个人愈来愈好，安尼好不好？是一种正能量的提升，好，谢谢。
来，啊，咱即马来，咱想想，吼，咱的这个李医师啊，甲凤兰，恁来唱一下歌，咱吼，咱啊，无像安尼，你稍等一下，咱让月珍先唱。啊，你看那，你要准备一下，来，月珍，对对，啊，我爱问，月珍来，咱先，月珍，咱即马吼，月珍唱一下，糖豆白白梅甘好。那么呀，这叫做游戏嘛咯，是的，有没？迄是个故事，足可怜的故事吼。啊，恁两个很相爱，啊，但是回去啊，啊，回去啊，就伫遐思念，伫遐白梅唱啊卡，伫遐咧想伊啊吼，这个故事吼。来，咱即马由月珍带来这首《游戏嘛咯，是的，有没？糖豆白梅记》，谢谢。你就到时吼，会甲恁讲要安怎订购，啊，汇款就 OK， 那现场买嘛是啊。我七月十四，就是要当市议会新书发表会，到时候再欢迎大家来观赏。早上，然后起码呢，几点到几点？早上这个我还不大知道，老师老师他怎样？但老师叫老师宣布一下，就七月十四号为新书发表会，当天呢可以也可以购买。现在也可以预购，啊，都可以。到时候看看要怎么，老师会说清楚哈、啊。我比较没那么清楚。那么今晚呢？哎，咱来唱《小蚂蚱》嘛。